东东，东东，你的围兜兜怎么变成披风了？它开了。围兜兜不是应该这样子的吗？不要围兜。不要围兜，帮你打开。爸爸帮你打开。那东东要说什么？谢谢，会说吗？要说吃面。你打开了还要吃面吗？你要说谢谢。谢谢妈妈。好，谢谢爸爸打开吗？哦，你有说，我听到了，很乖。